赌博有成瘾门诊哦？有啊，不过我们叫做博弈门诊。博弈门诊呢，其实就是全台首创，然后要服务给就是我们俗称的赌博成瘾这样子的、病患的哦。是，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有些人就是真的，赌博赌到倾家荡产啊，或者说控制自己，对，合并有一些忧郁啊、焦虑的一些状况了。那我们其实会透过一些整合性的方式，不只是门诊医师在看哦，那也会有心理师带一些团体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的部分。其实还蛮完善的，一整个门诊。对啊。大家好，我是物质成瘾。大家好，我是行为成瘾。我们是成瘾二人组。物质成瘾呢，其实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呢是一种强迫性而且不可控制的。就算呢你在用药过后会产生不良反应，还是持续用药。行为成瘾呢，在现代多元的社会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种的面向，包括说一直赌博而产生的赌博成瘾，或者说网络游戏成瘾，甚至是性行为成瘾，这些都是在现代社会中会发现的一些现象。物质成瘾这种慢性疾病呢，它必须要经过不间断的治疗，因为你有可能在停药过后会持续复发。行为成瘾呢，虽然它没有一种物质直接影响到你的脑部，但是呢，在重复的执行这些行为之后，你的抽象中枢还是会被活化，而产生了这样子一个成瘾的一个现象。物质成瘾呢，首先你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接着你就开始需要靠着喝酒、吸毒还有抽烟来解决问题，结果只是更加伤害身体。行为成瘾呢，一般人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些生理上面的戒断症状，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烦躁不安、焦躁甚至是忧郁的一些表现。这些实在都是我们现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精神疾病。不管是说物质成瘾或者说行为成瘾，虽然都是成瘾，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相同或者说相应的地方，包括说他们其实都是有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叫做抽象中枢的一个部分，让我们会觉得快乐，然后会去重复的去使用这些，或者说这些行为。那这些是比较类似的部分，那但是其实在相异的部分呢，其实也有人会提到说，像刚才提到的有没有戒断现象啊，或者说那少了一个物质直接影响到你的脑部，到底会到真的这么严重吗？所以这些其实都还是要详细的来请教我们的专家，给出更详细的一些解说。所谓的物质成瘾，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个物质，好，比如说像是酒啦、烟啦、咖啡，好，那甚至是说像是海洛因、大麻等等的，哦，那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物质会导致成瘾的，所以这些物质它被摄取之后呢，它就会透过很强烈的化学反应，让我们的大脑的抽象中枢，去做一个很大量的一个多巴胺的释放，而导致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瘾的问题出现。所以慢性的用这些物质会导致说我们的大脑有些实质的改变。行为成瘾就代表说这某一些行为它其实跟物质会有同等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在从事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抽象中枢一样的也会让我们的多巴胺大量的释放，让我们得到一个快感。那这样的快感被我们的脑部记起来，但会触发我们很强的一个学习效应，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习惯，然后久而久之，就是说你会被这样一个行为所绑架，你的大脑被这样的行为绑架之后呢，实际上你的脑部就会一直被这个行为所占据。所以本质上来讲，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成瘾的问题，只是说它的媒介物不太一样。不管是物质成瘾或者行为成瘾，遗传这个部分大概占大概50%-60%左右。物质成瘾的话，现在的研究大概60%。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说，一个人他喝酒，可能他的上一代可能也会有一些喝酒啦，或是物质滥用的问题。
哦，那只是说可能他在过去的时候这些问题被归因成是一个行为，哦，又或者说一些道德上面的瑕疵，哦，所以他没有被诊断，哦，但实际上我们追溯起来，哦，很多，哦，有成瘾问题的人，他的父代啦，哦，或者是母亲那一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行为成瘾也类似，哦，大概也是接近5-6成，哦，所以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好，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成瘾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哦，那其实每一个精神疾病都是这样，就是说它除了生理上面或者是基因上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哦，它还有一些社会心理的因素。那怎么样子的基因，哦，或是怎么样子一个先天的气质，哦，会比较容易让我们会担心说这个人有没有成瘾，这个也是有被探讨过的，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比较喜欢追求刺激啦，哦，或者说他比较喜欢勇于冒险进取，哦，这样子的特性的人，哦，他可能潜，哦，在的会比较有机会，哦，会有成瘾的问题，但这也不是绝对，环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个人他因为成瘾的问题衍生出来一些身体的疾病，哦，或者是说他有很多身心的负担，哦，他才会来寻求协助。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医疗场所看到的成瘾病人其实只占全部成瘾人口的大概大概10到20左右，顶多20已经很多了，哦，他通常都低于10，哦，自救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要从教育开始着手。好，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成瘾的物质或是成瘾的行为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一个后果。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监测什么叫做多，哦，好，一个行为它可能你可能偶尔会去做，哦，那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做到多少或是你喝了多少的酒，哦，那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个是教育必须要着手的。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观点上来讲，其实我们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的教育并不是很足够。至于就是说怎么样去自我监测，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先有知的能力，就是说你要有这些知识，你才知道要怎么预防。好，但如果你一无所知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检测。好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辩论一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哦，你敢跟我辩论？不敢，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现在网络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因为像是你一些网络游戏，你就是一直玩，那个就是成瘾了。不排除哦，就但是呢，其实一直玩就是成瘾，这句话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网络就是一个害人的东西啊？他就是如果他一直在用手机，然后忽略其他事情，那就是成瘾啊。一直玩哦，或者说一直使用网络，他不一定。你一直使用网络，它不一定是在一直玩啊，或者说你在查资料吗？我不相信。I don't know。对，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在玩，搞不好是譬如说是因为他想要逃避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是进入了网络世界。但是其实他只是在逃避东西，他并没有对于那个网络的游戏本身非常的成瘾这样子。哦，好，那你说说看，成瘾要怎么样定义？其实我们会评估很多面向，譬如说，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一直玩网络游戏，玩网络游戏，然后玩到真的去，譬如说影响到课业学业啊，甚至影响到工作啊什么这些，影响到日常生活，这个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真的成瘾，需要一些的协助这样子。我懂了，影响到他正规应该要做的事情。没错，没错，没错。哦，原来是这样。好，所以啊，其实你看，像电竞选手。他也是一直玩啊，你会说他成瘾吗？他其实不是，因为他只是在好好的 doing his job， 就是他是在工作，对，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成是成瘾啊，对啊。好，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原本想说就是要带那个家人出游，然后只要他出游的时候，他一直还是一直在回复公司的邮件，这样算成瘾吧？这个呢，可能要评估他有没有工作成瘾这样子。哦，对，他是对工作成瘾，不是对手机。因为其实你看，他像是用网络，使用网络，他是为了回复工作上面的事情啊，是啊，不是说他真的非常 enjoy， 或者说他真的很成瘾在使用网络这件事情，那个是他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这种状况你也没有办法说他就是网络成瘾这样子。懂。好，那医生我考你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像是酒店公关好了，然后他在上班的时候他会一直抽烟什么的，然后他下班的时候他就都不抽，然后也不把烟带回家，这样子有成瘾。所以他抽烟到底算不算是成瘾，其实就像刚才讲到工作那个例子。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
问题嘛，哦，所以其实，抽烟它当然还是要伤，还是会伤身，但是它到底有没有成瘾，其实就可能可以来我门诊评估一下啊。你先。趁机打广告吗？没有。好的，因为这成瘾的问题哦，真的是包罗万象，我们就请教专家来帮我们解答吧。网络成瘾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现在的科技的成就之下，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做非常多的事情。好，所以网络的这个行为呢，它其实已经被包罗万象，区分成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逛网拍，好，啊，你就不断的在网络上购物，好，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网络上玩游戏嘛，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好，或者是在网络上用社交软体，好，那甚至很多是，比如说跟网络色情有关系的，好，这些都是，这可能都要被拆开来区分来看。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行在做行为成瘾的研究，这些问题也都被一一拆解开来。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人他可能有网络成瘾，但是在研究的路上，我们常会把它分得更细。那在这么细的一个脉络当中呢，我们医疗端现在比较能够明确告诉大家说，应该有这个疾病的大概只有网络游戏成瘾。因为游戏成瘾在儿童青少年这个时期呢，确实在这个游戏所占据的时间，又或者是说他可能相对花费的金额，比如说大量的氪金啊，或是为了要刷装备等等的一些问题，它衍生出来的问题是比较明确而且比较具体的，那其他的都还有待研究，那不能不说，可能他们潜在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那其实成瘾的概念是 很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成瘾的问题呢，来做自我的筛检，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好，但是每一个成瘾的行为，它可能操作型定义会有些许的不同。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在问烟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说，你觉得你最不能放弃的烟是哪一根烟？好，如果他有成瘾的话，通常他不能放弃的就是早上第一根烟。好，那在问酒瘾的时候呢，好，他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早上起来就要喝回魂酒？后来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某一种行为，或是使用某一种物质，那可能高度怀疑会有一个成瘾的问题。好，所以如果你要觉得你有网瘾，好，网路成瘾的话，或许你也可以问自己，就是说，你会不会早上起来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拿起手机来看什么东西，是关注什么样的事情，那或许它可能就会跟网路成瘾有关系。好，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在赌博成瘾会问的一些问题，好，比如说像，你会不会越赌越大？好，那如果是游戏的话，可能说，你会不会在氪金越氪越多，你才会有类似的爽感？又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在网络购物上面越买越多东西，你才会觉得有纾压的感觉？又或者说，你会不会半夜起来，或是隐瞒自己的家人？去从事游戏啦，或是网络上面一些行为，那可能就会代表，就是说你或许在某一种在网络上面从事的行为会有成瘾的问题。昨天呢，我听我阿嬷说，她经过菜市场，听到一个鱼贩说，有人自称是赌痴，就是你。我当场吓了一跳，我以为是在开玩笑。这世界上竟然有人自称是赌痴，而且我跟你说，他早上呢会玩玩博弈游戏，下午呢还会揪人打牌，晚上的时候来看看赌盘，睡觉梦到赌盘。原来你是我阿嬷。不是，但是我是听你阿嬷说的。哦。你自称是赌痴，忘了。你自称是赌痴，我跟你说，我就是专门来治你的。我是精神科医师，依我的判断，你这样的状况已经可能是赌博成瘾了。
你说我瞎掰？看什么？如果你不觉得的话，就打电话来我的门诊预约啊，我让你好好知道什么是赌博成瘾。快点抄下我的电话号码，是台湾电话22345678。我再说一次，台湾电话22345678。下午5点之后不要打给我，因为我下班了。哎，赌博有成瘾门诊哦？有啊，不过我们叫做博弈门诊。博弈门诊呢，其实就是全台首创，然后要服务给就是我们俗称的赌博成瘾这样子的、病患的哦。是，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有些人就是真的，赌博赌到倾家荡产啊，或者没办法控制自己，对，合并有一些忧郁啊、焦虑的一些状况了。那我们其实会透过一些整合性的方式，不只是门诊医师在看哦，那也会有心理师带一些团体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的部分。其实还蛮完善的，一整个门诊。对啊。哦，不过有人说啊，小赌怡情，大赌伤感情。那如果假设我就是喜欢大赌，但是很少赌，这样算成瘾吗？其实还是要评估你整体的状况来看的。对啊。对。没有办法讲那个。哦、OK。不要自称是赌师，那我就会来好好的治疗你。好，那如果有人爱玩麻将，然后他会一直，你知道，就是凹一将、凹一将这样一直下去。OK， 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去判断赌博成瘾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常常大家会觉得说，下一单我就凹得回来后，我就可以把前面的赌那个会赢的，对，然后把前面的一些亏损赢回来，压在下注，然后就因此而陷入那个泥沼当中，然后就拔不出来的这样子。这就是有点像股票，不好意思、啊。我是不知道你理财的状况。对，就一直觉得就是亏损可以赶快持平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看成瘾啊，或者说有没有影响到功能，其实还是会评估这些状况一起来去检视。哦，好的。那有关成瘾相关的，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喽。会赌博成瘾的人，他一定是尝过赌博的甜头，好，也就是说呢，他通常往往这样的人，他其实在赌博的场所里面，好，常常会赢，好，那他赢的那个快感，好，伴随着就是说，他金钱的增加，好，他会开始会有一些认知的错觉，就是说，他可以突破那个期望值，好，他跟别人不一样，可是赌博成瘾的人，他被前面的这个快感，好。所占据，所以他会出现错误的认知行为，或是他一开始就走错路，这是那个前面的瘾，好、哦、让他走错了，好、哦，所以他即使这后面输一直输钱的阶段，他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他可以再去挽回，好、哦，所以这样子一个错误认知会导致他会有很多典型的赌博行为，就是他会追赌，好、哦。追赌的话，就是说，他会在输的时候，会去不断的去想，我要在之后的赌局当中，好、哦、把赢的钱赌回来，好、哦，这是赌博成瘾的第一个核心，好、哦，再来就是说，他会常常会有一个错觉，好、哦，或是他会合理化他的输的一个原因，好、哦，他会开始去斤斤计较，就是说，比如说他如果是赌运动彩券好了。他就会去说：“哎呀，我只差大概一两分，我就猜中了。其实我应该是赢了，哦，但是哦，因为他的那个赌盘的设计，所以我没有输，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赢的认知所占据了，哦，所以当一个人他出现了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哦，常常就是一个赌博成瘾的影子这样子。”在这几年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病态赌博的评估工具，哦，衍生出来，哦，有两题的，有三题的，有七题的，有八题的，哦，那其实都蛮复杂的，哦，我们自己在做研究，通常都会以一个八题的问句去做，哦，啊，但是就是说，要再更能够简单的去确定，或者是说会怀疑这个人，哦，有没有赌博成瘾的问题，我通常会建议用两题的方式。哦，那两题就是两个是非题。哦，那两个是非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评估说这个人呢，哦，他有没有对赌博有一些耐受性。哦，就是说，哦，比如说，这个人他会不会越赌越大。哦，
他一定要赌到某一个金额，才会得到快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跟他的人际关系有关，他会不会因为赌博去隐瞒他的身边的人，或者是去欺骗他身边的人，他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也有或没有。那这两题呢，这两题其实他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只要有其中一个他是打有，我们就会高度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有赌博成瘾的问题。赌博成瘾呢，它其实也可以被归类成一个某个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我们在评估赌博成瘾的时候，我们要去小心说它是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躁郁症，或者说在医学上我们现在比较常讲双向情绪障碍症 bipolar disorder。我们要去区分，因为在这个双向情绪障碍症的早期的时候，他会开始会花钱花的比较阔绰，比较大方，那他也会觉得自己会有非凡的能力，这样子一个情况呢，很容易会在赌博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呈现这样的状况，所以有可能他这个赌博成瘾，他是包含在所谓的双向情绪障碍症里面，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排除这样子的一个疾病。那有些赌博成瘾呢，他其实也很常会跟很多的精神疾病有一些共病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会同时有两个诊断，他同时有赌博成瘾，然后也有另外一个精神疾病的问题，一个或是多个，然后他可能有忧郁症，那忧郁症的表现他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他心情不好就会去赌博，他用赌博来纾压，因为赌博好像某种程度上会带来一些快感，可是这个快感可能会恶化，也会恶化他忧郁的问题，因为如果输钱了，他情绪的问题就会跟着恶化。那比较常见的共病还有包含就是说其他的成瘾，他可能同时有酒瘾或者其他毒瘾的问题，又或者说赌博的人，因为他可能他的行为规范比较不想要受大家拘束，叫做限制，所以有些研究有提出，有赌博成瘾的人，他同时可能会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问题，又或者说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说赌博成瘾也可能跟他小时候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关，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共病。其实在看完专家的访问啊，会不会有些观众朋友发现说，其实你呢已经悄悄的走向成瘾的深渊了？所以呢，在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状况，还有替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多加的留意，如果说真的有疑似成瘾的状况，在现在这么进步的医学跟科学的发展那不要吝于求助于专业人士哦。